让我们欢迎2022最新女团。都是直接就是照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比如说模仿哪一个女团，然后就是完完全全那个桥段是照抄出来。但是呢，你们今天的表演竟然是用这样的，好像是一个团体大会唱，好像我们在看那种演唱会的那种大拼盘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当成是当中的主角，然后这样子哦，一个一个串下去，其实蛮有趣的哦。没想到呢，对，好，也是一样，我讲了那么多，还是要让你们自己讲一下，也是一样，先自我介绍，请。大家好，我们是。大龙热舞，哇，厉害呀！那你们这个麦克风是各种巧思，你知道吗？远看真的是麦克风，近看啊，就一个铁线，然后这里用一个黑黑的胶带之类的把它用起来，然后这样。但是呢，远远看真的很像是我们那种偶像团体啊，有没有这样对嘴唱歌的那种感觉？来，也是一样，来自己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概念去诠释你的舞蹈？现在就是因为蛮多韩国的团体哦，明星梦哦，欧巴啊，想要一个叫欧巴是不是啊？哦，欧比康的欧巴来继续。然后我们也就是蛮喜欢的，嗯，是，就揣摩一些现在的跟以前的偶像团体哦，有，连5566都出来了，56不能忘啊，我那个时代的偶像团体你也把它拉进来，也算是有 respect 到我们这些老家伙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啊。来，最后那还有什么需要补充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偶像歌手团体这样子，然后去诠释你的舞蹈，对，然后舞蹈内容又全是原创的，又不会说真的就是因为要模仿这个偶像，所以呢也把偶像的舞全部拿出来，不会，没有这种致敬哦，完完全全是属于你们的作品这样哦。好，那所以不用再补充，我都讲得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不用了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哪一位评审老师？来，一德偶像对偶像啊，是。有我们街舞偶像一德老师来给我们各位啊模仿偶像的一点点建议啊！一听到一德的女生啊，来请，来老师打开之后3秒钟，3、2、1走。我很
喜欢大龙热舞你们这次的作品跟主题，对，我觉得很棒，很有创意，很有 energy。 然后呢，但是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要呈现，当然偶像嘛，就是在舞蹈尤其是华语的时候，我们要在华语歌曲里头，像比如我觉得我很喜欢开头突然 popping 阵，那会有很大的一个效果。可是呢，在华语歌曲里头，我们要找到更多它的一些，我们怎么样去切拍，我们怎样去让音乐可以感觉不是只是那么流畅的过去，只是跟着跳。毕竟我们是比赛，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节奏更丰富这件事情。然后我觉得在各段呈现，就是因为表演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除了舞蹈之外，因为我们是有偶像的这个面向的话，就是要呈现的那时候表演的张力必须要再更明确。然后呢，甚至不同团体间舞者全部调性的转换，是你整个力道情绪，我觉得都要再更明显。但我很喜欢你们的活力跟感染力，因为其实你们刚刚现场非常的火起来，很嗨。我觉得用你们喜欢的东西去表现。那我比赛的话，我觉得层次、节奏编排，然后甚至可以去思考在设计上，不同的年代的偶像他们怎么样的去互动，怎么样让你们的作品更有一个各种不同年代的偶像，那他们是不是有一个连结，或者是他们怎么样？那可能给观众、给评审会有更多的余韵去回味。但是我很喜欢你的作品，谢谢。叶老师，真的真的哦，真的大家没想到啊，竟然是用这种方式来呈现，真的哦。那最后啦，因为毕竟你们算是呈现这种所谓的偶像团体的一面，而且呢，你们选用的歌曲，就像老师讲的，都是华语金曲。那如果是华语的话，那我相信对嘴这个部分就很重要了哦。对，如果你说英文歌，那真的我也看不懂，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但是如果是中文歌，哎呦，你这个嘴没有对到，要小心哦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前面也是一直讲的哦。你给了一个角色，但是呢，你必须要融入角色里面，好不好？让自己大家每一个人看起来真的就像这种偶像歌手那样子，然后尽情玩，尽情拍哦。终于下去，真的有这个欧巴啊，很有一个感觉。好了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的孔热舞，谢谢。哇，是，一直以来大孔热舞也都是创意无限的一个学校，真的非常棒啊！